吴靖宇，吴靖宇。根本是靖宇，玉器迷迭家，靖宇，靖宇，老人家，我催你啊，快到上岗，好，进来，给你到上岗，来。靖宇，你真行啊！就你看会到啊？早就看会到啊，只是假装无看而已。哎，水，啊，早就看会到，啊，是安怎阁要假装无看？讲起来话头长啦，人家有机会才偷偷讲予你听。啊，是讲舅父，你哪会叫着我？哦，啊，其实哦，之前我都感觉信贤态度怪怪啦，所以我都派人甲定调咧。啊，想袂到哦，竟然对你下毒手咧。好佳哉，天公伯保庇，你平安无代志。真爱多谢你救我。对啊，王哥，还有家风叫吴信贤抓起来呢，我怕讲伊有危险。你免烦恼啦，因只是去用关起来尔，关键有叫伊林还有晴天去救伊啦。啊，拄则吼，伊林有传简讯甲我讲，人已经救出来啊，即马因当关来病院。安尼咯，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。几乎。那呢，我阁有一件代志，敢袂当拜托你？什么代志？做你讲。多好啊！再请您做我甲家风婚的见证。你真正会有记得啊？我什么拢想起来啊！唔呐，想起咱所有的点点滴滴，嘛想起五年前，你是安怎用办公会的心情甲方式骗我来家。给我一张婚礼，也对我下一个被演员等待我，等待你身躯边的约束。所以今晚我给你一个属于咱两个婚礼。用我的青春换来的幸福。靖宇，因讲我安尼啊，这个主角搁要紧过去。我来的悲伤，
虽然五年前咱失去咱的囡仔，不过你即马敢愿意给咱一个机会，交完咱一世人的爱情吧？我当然不愿意。我冇跟你讲过，我一世人干那爱你一个，不管你伫底，我的爱拢会在你身躯边。你无爱我，怎样解释？为何是安尼？不管是五年前，还是这五年来失去基地的我。我心内上深上深的所在，我都唔捌袂记的，我对你的感情。罗家峰，我爱你。脑海内面，佮有一个百合旁边的基地，我嘛知影，你袂甲咱两个感情放袂记，所以我会伫你身躯边生来生去，我会伫伫等，我相信，你会有想起我的一天。哥，敢会当拜托你替我主持婚礼，做阮的见证人。我无想要再跟我心爱的人分开啊。金玉，彩凤，我想今嘛无需要讲，无论以后是贫穷。富有、健康还是疾病，这款事实，令我相信，以后别个有任何代志会破坏你的感情，你一定要互相珍惜，守护对方到老。所以今嘛，你呾跟我出嫁。新婚快乐！恭喜！恭喜！金玉，哥，我是要跟你说一声多谢，因为这五年来有你对我的保护，也够照顾。所以我今晚唔只会当徛伫个家，甲我心爱查甫人搁一边牵手做伙，多谢你。姐，这本就是哥应该做的，人三个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是主持人，哥对你有所。杨哥，我嘛刚欠你一句实的。五年前我破坏你甲罗安姐的感情。
我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五年来你有我这么孤单的小妹。你是的。好啊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跟安姐，是我跟安姐不缘分。今日我看你会当把自己幸福找回来，我真正真正心满意足啊。听讲，伊明仔载婚礼无取消啦，我咧想伊一定还阁有其他计划，上无伊要找一个合理的理由来解释，想做我这个新娘我无伫现场，所以我咧想，咱即摆应该先等待伊的计划，然后才会当顺势反击伊。嗯，好，咱就做一届，我吴兴贤，我是新娘。还有汉良一三爷呢，得着应该得着报应。因安怎害你的过程哦？拢在这内面，你是上有资格处理这个正轨的人。几乎咱今天咧有接触到，甚至会当讲互相无熟悉。严哥这边你唔呐甲我求，甚至佫甲我斗相共献祭，真多多谢伊。卖讲咱两个哦，本地都有亲戚关系，就算是西婚人拄到种个代志，我也无可能目睭紧紧站伫边仔看闹热啦。而且哦。伤害你的人，阁是我上亲的人。阁看怎讲，我拢爱拨乱反正才会赢。讲是安尼讲无唔对啦，也毋过有一挂代志，我惊。有啥物话，直接讲袂要紧。阮姐甲白汉良，因俩准讲我阁看无的时阵，捌伫我的面头前。好啦。你要讲的代志，我拢已经知影。你拢知影，那呢你？哎，啊，讲到性命，甲别个查甫人偷来暗器的代志，拄开始的时阵哦，我确实有惊到，也真生气。也毋过，我袂去扣分。毕竟这二十几年来，是我一直拢无愿意接受性命对我的感情。这件代志，我加减有听人讲过啦。现在我总算有一年可以弥补过去的遗憾嘛，希望一年妈妈在天顶可以因为这样加减原谅我当年的软弱。我相信一点的，多谢你啦。对啦，是说这件事情你敢不敢先别说出去？是怎样？因为还有一些事情我需要查清楚，时间若够我自然会说出来。嗯，几乎你的决定我一定会尊重的，你放心啦，这件代志我会保守秘密。唉，今天对咱来讲哦，拢是上艰苦的一天啦，因为咱要对付的，拢是家己的亲人。这世间哦，上悲哀的代志就是亚多向来手着伤残。这是咱怪什么人啊？因家己决定要做孽的。今嘛爱受着天罚，无通通怨叹啊！好啦，我阁有重要代志要处理，我先来走。